好啦，首先咧就教完第一个 skill move， 请教落嚟教嚟第二个 skill move 咧绝招咧，今次有。我啲队友叫我教小朋友撩波过人。撩波过人系真系点啊？哎啦，唔好讲啦，就要示范啦，好唔好啊？有啲难度，好试下先。首先要撩个波嘅底部，同埋推埋身边嘅，即系距离好紧要啦。如果太近咁，可能就撞到对手只脚啦。咁所以系啦，要适当下距离啦。喂，到我啦，死啦！希望我妹唔小心撩到中间。拳有冇小心啊？冇啊。我觉得我零分啊，又系。哎呢样嘢最紧要都系可以避开，即系对手只脚嘅啫，咁佢都做得到。你觉得我避得靓唔靓啊？OK， 唔错 ，OK，Yes。嗱，第一条，边个三个入边边个最 man？ 三、二、一，边个最女人？三、二、一。因為我都扮過女人，斯文啲，我覺得佢比較喺球場上就好勇悍嘅，不過平時啊斯文啲啊。多謝。邊個最多女 fans？ 三、二、一。唔使諗啦，你次次劉飛劉最多。屋企人嘅朋友有十幾張，最多支持真係佢。流浪嗰啲 fans 都全部都係支持家樂嘅，好多都。唔知佢請翻嚟咩？啊，我澄清屋企人親戚嚟啫。邊個最串？三、二、一。我都覺得嘉樂，我睇佢踢波成日單打單扭個人都夠串啦。每次差唔多樣，我都次次都成功噶嘛，扭個人。你都係先啲啊！可能喺場上面嘅盤扭啊，或者過人啊，即係阿昌同嘉樂，其實邊個會做呢個工作比較多？阿昌扭扭昌，新聞都一睇啦。咁可能位置上問題嘅，其實嘉樂都好扭得噶，打翼就可能比較多啲嘅，但其實佢好扭得噶。想知更多港超聯同李文流浪嘅資訊，請留意同埋世界。